部长，说真的哈，当然人权是很重要的哈。那这个为了身体的这个健康也很重要了。但是在你这个他这个涉嫌这个涉哈，这个涉嫌人哈，他在这个办公室里面哈，我不是办公室，就是他这个桌椅哈。事实上也不是什么小孩子做的啦，我看这个桌椅哦，是真的，我们到市面上到处去搜寻，就觉得这个是目前最合适的啦。这是大人做的，这短行街哈，还有这短行街啦，还有背椅的啊，就背靠背的，靠背椅，不是不靠背的哦。这个椅子是很，而且是两个人可以面对面的，就是我认为这个已经是很好的。我啊，无法度，你内底吼，你讲要做到讲。那个给行为很好，甚至真的他也会有困难的、啊、哦。这个物件，无啦，不是啊，这个啊，无啦，我这是讲，拄仔你讲无靠背，啊无靠背，他这有靠背，但他这个椅子有靠背啊。啊，如果这个不正确的话，那就不应该拿出来。就是为了那个，哦、对我们如果要靠背，我们就换靠背，就是这样。哎是啊，所以我这样讲，如果是按照这个是很好，这些是如果按照这个桌子座椅哦，那是非常好的哦，这对陈水扁已经很礼义的哦。丢了，我叫你要讲证明嘛，这是大人坐椅啊，不敢那拍牌出多爱啦，哦，这是较好的椅啊啦，咱讲正经的，冇靠背，都还是我是讲。你刚刚讲的说没有靠背嘛，但是他给我的图案，这我们这一张图里面有靠背嘛？是我们会去画，所以这张如果是有出入的话，没有靠背的。我不知道，我们在这个地方哦，部长哦，你这说的话喜欢人拿哦，因为既然我们有拿图片要给人家看，那就要拿真的给人家看。当然是真的啦。因为你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哦，那大家没话讲，我想对他已经非常礼义的哦。跟我们报告。那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哦。那改拍稿台，然后这个那个也不行哦。原来是提供的是圆的那个椅子。那现在提供这个吧。委员说希望有靠背，那我们就去找是不是有适合的靠背的。哦，那现在已经换了吧？已经换了是吧？还毛给拿，反正有换没换没换。好了，那谢谢啊，因为我的时间还有17秒哈、哦。我不会讲啦，我按得到啊。